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561面，倒数第二行。从菩萨心志愿从这看起啊，这是前面的寄送的第二首啊，菩萨心志愿，愿己过无益，普念度一切了，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居临灯明岸。就是这个六句啊，这是表以德往生之诸菩萨啊，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相同啊，感佛深恩呢。没有到极乐世界，你不知道佛恩之大。到极乐世界，这才知道，真正知道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提供给你修学的身体啊，我们学东西还得假身呢，借假修真，没这个身体怎么修法啊？这个身体之好你无法想象啊，跟阿弥陀佛一样，这个身体是阿弥陀佛修的，就是大愿无界修行的功德之成就啊！啊，这佛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修成的啊，他老人家给我们的身体啊，给我们修学的环境，极乐世界义正庄严啊，在那个世界里什么都不缺乏啊，一切所需的趁念而生，想什么他都在现前啊，不要了，不用了，不用就没有了，你要多自在啊，你才晓得弥陀恩德之大了。像小孩的时候啊，在儿童时候，你所有一切是父母给你的啊，长大了都忘掉了，都不孝父母了啊，所以在这个世间不孝父母的罪最大了，什么样的罪都没有不孝父母的罪大。让父母照顾你多少年，把你带大啊，老的时候对父母不顾，就忘恩负义，这种人还会有好处吗？还会有好报吗？啊，生到极乐世界才真正知道啊，感佛深恩啊。啊，我们现在没去，是在经典里面读到啊，我们能体会到，我们能想象到，这恩德多大，要靠自己修行，修到那么大的福报，要无量劫，这个不是假的，啊，到什么时候才有那么大福报呢？要修正德法身。啊，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么这个福报现前啊，这诚信的啊。虽然福报能够跟他们差不多，但是没有他那么完备。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阿弥陀佛48愿，就是阿弥陀佛
样样都替我们想到了，想到非常周密，非常圆满。啊，这就是超过你自己修的，你自己修的没有他那么圆满。啊，我们有时候想不到，漏掉了，哎，他样样想到啊。怎么样感恩呢？誓思弥陀，誓愿以阿弥陀佛做老师，向阿弥陀佛学习，这是报恩啊。啊，先发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四十八愿。啊，古云心志愿，菩萨心志愿。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弥陀发四十八愿，这些菩萨每一个菩萨都发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宏愿的威力就不可思议了。啊，本愿有那么大的功德，所有菩萨都发愿，把他这个愿力就更增长了，增上了。啊，就是有这么多人支持啊，有这么多人附和啊，这个产生多大力量。啊，我们心里面所体会的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个力量能跟他相比的，这无与伦比啊，巨大的能量。今天科学家能量啊，啊，慧素云，志愿者，弥陀尊舍土，舍身，啊，弥陀尊就是阿弥陀佛，啊，他所舍的这个国土，他所舍受的这些众生，底下讲舍身。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所得的身，法身啊，啊，不是肉身呐、啊，本是至极难思。菩萨愿同于此，啊，阿弥陀佛的正报，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相好都方光明。光明遍照法界，啊，见光，闻香，身体放香啊，啊，相好放香，那个香普熏法界，啊，有众生，有这个缘，见光闻香。都能够灭罪，都能够引发心得，啊，都能够开智慧光明，所以本是至极难思，至极是到达顶点。无法想象的啊！菩萨见到阿弥陀佛，没有不欢喜的听阿弥陀佛的开示，没有不接受的，没有不依教奉行的，
啊，自然升起等同阿弥陀佛这个愿心。啊，我们就是不看这段经文，我们也能想到。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见到阿弥陀佛能不发心吗？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这菩萨愿同于此，故意愿是如极乐之佛刹。啊，自己将来成佛，教化一方众生，也自自然然像阿弥陀佛一样，我要用自己的愿力智慧。啊，提供一个给众生修学的场所，啊，就像阿弥陀佛一样，啊，因为你证得法身，就是真正无量寿了，无界修行在你不成问题了，你寿命长嘛，啊，那无界算什么？啊，我们人间看到五劫可不得了了，在他们看五劫很平常，啊，也不过像我们这样啊三年五载一样的，啊，并不困难呐、啊。啊，弥陀的榜样在先，我们依照这个样子去做，很。啊，凡是亲近过阿弥陀佛的，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修学成佛的成就的，这些诸佛刹土都跟极乐世界一样。啊，所以说他们都愿意摄受如极乐之佛刹，度无边之众生。啊，就像阿弥陀佛帮助我们，我们成就当然愿意帮助别人，跟弥陀无二无别。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一头一条，要把心量脱开。通达明了诸法实相，是眼前第一桩大事啊。啊，我们为什么有自私自利？为什么有名闻利养？为什么有烦恼习气？啊，为什么有嫉妒心？为什么有傲慢心？啊，这些东西通通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产生的病态 啊，这些东西搞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大家都知道，古人都说得很好，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每个人都一样，十之八九不如意啊。啊，什么原因呢？冤冤相报啊，怨恨放不下了，报复的念头不肯放下了，啊，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种纠缠很可怕，必须把事实真相搞明白了，通达明了了。你才真放下，实在放下并不难。
啊，通达明白了就很容易放下，没有通达，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那真难啊。啊，不知道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假的，不知道这个事实啊。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现象刹那生灭，啊，我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一卷录音带，啊，这是我以前有这些道具，这是八米的电影，啊，我以前玩这个东西玩了好多年，啊，自己拍摄，自己剪辑，啊，我有一套机器。那以后送人了。这里头每一个就是一张幻灯片，啊，每一个是一张幻灯片。在放映机里头，它的速度是1秒钟24张，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啊，以为是真的。啊，1秒钟才24张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个境界，1秒钟是多少张呢？1600兆啊！你怎么是假的？知道是假的？他的道理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啊！他速度快啊！科学家现在发现。啊，提出来是极快的速度，但是没有说出数字来。啊，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1600兆。啊，1秒钟，这么大的速度，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啊，那么电影还留下这个底片呢，放完还有底片在呀。那我们现在的没底片，这是什么念头啊？念头的速度就这么快，啊，1秒钟1600兆，啊，每一个念头就是每一个画面，就像这个地方它的画面一样，每个画面，啊，升起的时候是同时升起，没有先后。啊，就像这画面打在这个荧幕上一样，同时现前的。啊，这是事实真相，非常难得。这个事实真相啊，被现代的科学家发现。让我们对佛的话的时候更加肯定的，佛所讲的话，现在科学家把它证明了，不是假的，啊，是真的。佛在3000年前没有这些科学的设备，没有这些仪器，他怎么知道？他在定中看到的，禅定的里面，禅定是什么呢？分别执着不起作用，这个叫禅定。啊，分别执着不起作用啊，空间维次就没有。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
能看到宇宙刚刚升起那个时候的样子，他都看见。啊，看到一念不觉，阿赖耶怎么起来的？啊，阿赖耶这一起来，产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啊，一弹指32亿8000年，以这样的速度，啊，这是什么呢？现在人讲什么？振动频率，啊，每一次的振动都有物质现象发生，啊，物质现象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现在整个宇宙的样子，一动。整个宇宙就现起，没有先后啊！啊，如果一停，宇宙什么都没有了。啊，它这个振动的频率，频率慢的地方就变成固体；速度再快一点，就变成液体，变成我们的皮肤这类东西，软的。啊，再快最快呢，就变成电磁波，变成光波，啊，通通都能规律的振动，啊，所以科学家把它比喻为弦定律，啊，像弹琴的时候弦，那振动的频率，科学家看到的事实真相，啊。跟佛经上讲三阿赖耶的三细相完全相同。那频率慢的就是物质现象，频率快的是精神现象，受想行识。啊，再快的就变成能量，阿赖耶的业相。啊，这是最难懂的，是讲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缘起，跟我的缘起。啊，所以佛法讲依报跟正报，诸位要知道，讲正报就是自己。那别的人，别的人是我的依报。啊，我们讲别的人是我们的人事环境。啊，佛也是我人事环境，菩萨也是我人事环境，正报就是自己，自己之外全是我的依报。那就佛来讲呢，阿弥陀佛，正报是阿弥陀佛，那我们全是阿弥陀佛的依报。啊，诸佛如来都是阿弥陀佛依报。啊，所以这个依正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正报并不是讲哦，有情的众生，这是动物的啊，都是那说错了。啊，只有自己是正报，啊，除自己之外全是异报。啊，一真同时升起来，这速度太快了。啊，是有次第，没错。啊，最初就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没有原因，啊，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所以佛大乘经上讲，就在当下，啊，无时无明在哪里？什么时候？就在当下，啊，这个当下我们很难理解，啊，现在我们看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我们晓得那个当下此时此地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秒钟1600兆分之1那个当下，那个此时此地，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谁知道呢？经上讲了，
八地以上，八地以上的菩萨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他们知道啊，他们对这个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老实话，他们知道，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知道。啊，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就是这个，这是病根呢。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非常非常非常微细。啊，连今天最精密的仪器都探测不到。啊，还没有能探测到，啊，这个一秒钟里头1600兆次的生命，啊，这个频率没看没见到，啊，现在只是用一个极快速来形容它，啊，了解事实真相。才真肯放下了，放下之后才真叫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你要不肯放下，这个就是烦恼在纠缠你。啊，让你的身心永远得不到安宁。啊，迷了就是这样的。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晓得我们学佛学什么，自己清楚了。不是求名闻利养啊，不是求升官发财，也不是求长命富贵，不是啊。你所求的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你何必要求呢？见性就行了。啊，自四性里面，智慧德相全现前了。啊，真正是所谓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佛给我们全是说老实话，没有一个字是妄语。从来不欺骗人，啊！大乘经就还是常说，佛度有缘人，我们跟佛都有缘。啊，你能够遇到净土，遇到大乘，啊，遇到这部经典，就是有缘呐、啊。有缘的人不多啊。没有缘的人很多啊，学佛没有缘，学了一辈子问他佛是什么他不知道，真的很多啊，所以这是我们不难想象到的啊，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肯定会像阿弥陀佛当年一样的发心，发菩提心，发48愿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同生净土啊，金灯不退。正佛法身，是为菩萨之利他心。啊，正佛法身，这就是成佛了。啊，像经上告诉我们，
你跟哪些众生有缘，你就到那里建立道场，在那儿教化众生。啊，让我们立刻就想到，我们跟这个地球有缘，地球上有这些都是我们有缘众生，肯定我们成佛能不回来吗？这道家慈航啊，那怎样把地球变成极乐世界？哎，这就是自己的大愿了。啊，这个大愿，光发愿还不行，还得要修行。啊，阿弥陀佛修了五劫，才能把那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啊，那我们没有五劫功夫不行啊，至少也得五劫啊。啊，我们就能够把地球变成极乐世界了。啊，也这是菩萨利他心，故业愿己过无益啊，自己这个国土啊，就是这个道场，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老师在那里树立了典型，竖起了模范啊，我们依照这个模式来学习这个是非常符合科学逻辑的概念啊，因为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他不是胡思乱想啊，他不是自己大妄想啊，他是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为他展现211佛国度，就是一切诸佛刹土，让他自己去看。诸佛国土里面好的一定要，不好的不要。极乐世界是怎么造成的？所以它是集211诸佛国土的美好大乘，这才能超越诸佛国土，它怎么来的呀？我们现在要参访211佛国度，211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密宗表法的，因为这部经里头显密圆融啊，宗教俱通，这一部经里什么法门都包。啊，代表是大圆满，是遍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他全都看了。啊，我们今天就不要这么费事了，照着阿弥陀佛模式做就行了，那就是最完美的。啊，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恩德。啊，他花五劫修成功，我们也估计估计也要需要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在极乐世界修行就行了。修成之后，你想在哪一方见道场度众生，自然成就。这是真的。
净因素云，愿即得土同阿弥陀，名过无异。哎呦，这个妙了，这都我们都没想到的。啊，自己成就净土了，啊，也像阿弥陀佛一样，我们自己修成功了，就等于说是极乐世界这个模式啊，我又见了一个了。啊，成佛怎么样呢？成了佛之后，名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也叫阿弥陀佛。你看，过是极乐世界。老师的过是极乐世界，学生的过也叫极乐世界，名过无异也，跟老师的没有两样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在三世西念佛寺看到中峰禅师两句开示，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啊，好像在第一世的开始里头啊，中峰大师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后面两句是依报，是过，前面两句是名，成佛之后都叫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啊，所以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共名，共同的名字，都叫阿弥陀佛。啊，你要从意思来讲呢，那一点都没问题。啊，阿弥陀佛四个字什么意思？用中文翻过来，阿是无，弥陀是量，佛是就，无量就。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就呢？啊，每一尊佛都是无量就啊。啊，无量就用梵语说就是阿弥陀啊。啊，跟弥陀同号同名啊。跟极乐世界也是同名同号啊。普念平等大悲也。愿普度一切众生，个个发起无上菩提之心。啊，发这个心干什么？厌舍轮回业身，这个东西要放弃掉啊。同登极乐彼岸呢？啊，今天想往生的人很多。真正能到极乐世界的人不多啊，什么原因呢？轮回业身舍不得放下头一个就是道场，道场建得越大越难放下啊，再就是什么情执，在家人的情执是妻子儿女，出家人的情执是徒子徒孙。啊，想着这个，念着那个，有丝毫放不下，就去不了。这是真的啊，还有恩恩怨怨放不下
啊，那个人对我很好，恩没报；那个人对我不好，我仇还没报，还有恩怨没放下。那怎么能去呢？啊，极乐世界是清净国土啊，这些东西是染物啊。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大众决定不容许你把染物带到极乐世界。啊，你得把这些东西处理得干干净净，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你才能去得了啊！这桩事情是大事，比什么都重要。什么时候干？现在就要干啊！因为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啊，灾难突然来怎么办？我还想这个想那个，这没放下，那没放下，就去不了了。那你随业流转了，又搞轮回了。啊，什么时候呢？现在就放下。啊，放下是心里放下，事没有关系，事没有障碍，最重要是你的心，心里头是不再挂念了，没有这个念头。啊，也就是说，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啊，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有了，啊，对于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有了，啊，喜怒哀乐七情的牵挂没有了，贪嗔痴慢疑大幅度的降温了。你往生就有把握啊，什么时候往生都没障碍。如果这些垃圾东西还有，你就是多想想啊，你往生没有把握。啊，这是愚痴，这是烦恼习气啊！虽然极乐世界主张是待业，待业是只待旧业，不待现行啊！最后一口气还没断，还有牵挂，那不就完了吗？啊，所以真正有把握，平时就淡泊了。啊，紧急关头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人决定得生。用什么方法来练习？我有个方法，用了好几年了，有一点效果，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每一天晚上上床睡觉，就想着我死了，那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哎，这是练习吗？练习死吗？每天晚上练习一次，啊，所以到真实的就很平常，那天天都是这个样子嘛，啊，什么都不想了。啊，这个方法虽然很笨拙，但是它有效。啊，人到死的时候，你什么能带去？啊，眼前的东西有很好，没有也很好，全部放在心上，就对了。有一桩放在心上，那都是你的麻烦。啊，障碍你清净心，
障碍你往生的功德。啊，平常要淡泊。啊，每天睡觉的时候练习彻底放下，不再放在心上。啊，真的像中峰禅师所说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厌舍轮回一生，这个生要厌恶，不要喜欢它了。啊，天天去打扮它。啊，天天那么爱惜它，麻烦可大了。这生命说，证明你舍不得，舍不掉它了。这最大的障碍。啊，能舍才同登极乐彼岸，舍不了那就不行。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奉事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乐国。这个一首偈。自他不二啊，这是讲十方诸佛吗？啊，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见佛闻法成就了啊，如是辗转度脱，而得往生之无量无边菩萨啊，这数字是没办法说尽的。安住极乐啊，在极乐世界修行的多啊，那环境好，复能普供十方如来闻法受教啊。这前面两句的奉事万亿佛，我们知道见佛，佛报是最大。啊，佛是世出世间第一大福报的人，第一有智慧的人。你能够见他，这是多大的福报！啊，可是你到了极乐世界，你有能力，每一天去见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你有这个能力，你想去天天都可以去看他们啊。怎么去呢？化身去，你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没动，你的化佛化身到十方世界每一尊佛那里供佛，供佛是福报啊，是修福啊，听经闻法开智慧啊，他分身真管用啊。学法门到极乐世界，什么法门你都学到了啊！一天万亿佛，一尊佛给你说一句法，你就得万亿法了。我们这大藏经没用啊，大藏经拿到极乐世界里太少了，怎么这么一点点呢？啊，所以光学多闻一定要放在极乐世界，现在别搞，现在搞的什么搞不好啊，又耽误时间又浪费精神啊，
耽误了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们现在真聪明人，就搞一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就成功了。啊，所有想修的东西，通通到极乐世界去。啊，现在不敢了。啊，一门深入啊！啊，常时熏修，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啊，到极乐世界，要什么都有什么，一切都不缺乏。就十方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教，我都要。哎，他就都给你显现了，你全就看到了。啊，有佛亲自讲给你听，啊，诸佛如来讲给你听。啊，你看，非话便住刹了，非话非心有话。不需要交通工具啊！啊，交通工具是人造的，啊，天人都不需要交通工具了，啊，天人。有报德的五通，五种神通，五种神通最后的一个就是非心自在，变化自在，啊，六通里面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神足就是非心变化啊，但是天人的通不大，有范围，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天人的神通啊，阿罗汉辟支佛的神通可以超越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这些菩萨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记住，你的神通能力跟阿惟越智菩萨相等，那就没有障碍了。变法界、虚空界，你一动念就到了，有这么大的神通能力，你想不想去啊？啊，天上人间找不到啊！啊，28层天看到都羡慕你。十法界里面这些声闻菩萨佛也羡慕你，他们做不到。啊，你能做到啊？这是靠什么？阿弥陀佛的恩德。啊，他老人家加持的，他也不加持，我们就没这个能力了。啊，全是阿弥陀佛供养的。啊，化之神妙难思的变化。啊，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到十方诸佛刹土去闻经听法。啊，用什么样的身份都是随心变化。啊，不管你怎么变，见性的菩萨都知道。
啊，都知道是你，你变的。啊，全教菩萨不知道，不认识你。啊，但是明心见性的菩萨知道，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不知道。啊，变幻莫测啊。安养国就是极乐世界啊！幕后两句，恭敬欢喜去，还到安养国啊！这一句表极乐国土十方往生的正事，以及辗转度脱的菩萨，周边十方遍是诸佛。恭敬、理解、欢喜、听法，恭敬、欢喜，最后还回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活动的空间多大了？我们现在可怜的，活动空间离不开地球。啊，在地球还得要靠飞机，啊，还得要靠汽车，啊，极乐世界不要，你活动的空间是变法界虚空间，你想回到地球上来看看，你看的情景是别人看不到你，啊，住在地球上的人。头脑要清楚啊！看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看不到他。不要以为啊，这没有人，这人很多，眼睛很多，都看到了。啊，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啊，皆是阿惟别菩阿惟越致菩萨，通通都有能力啊。随时随地看这个地球，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看到怎么样？叹息呀、啊！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说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现在的众生不要佛法了，所以才搞成这样子。如果大家都要佛法了，这个世界非常美好啊！啊，大家需要佛法了，诸佛菩萨都来了，啊，他来教我们呢。大家都不要了，他不来了。为什么不来？来是害你们，你们谤佛谤法，又加重罪过，所以你就想到佛菩萨来是慈悲，不来也是慈悲。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来，你心里想，想学，想学好他就来了，不想学好他不会来。啊，你们现在。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他们来。啊，如果起心动念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就来了。啊，感应道教嘛。啊，我们这个世界是麻烦的，佛菩萨善神不来，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妖魔鬼怪啊，都来了。因为妖魔鬼怪喜欢杀盗阎王，哎，你也喜欢这个，哎，把他们找来了。啊，所以很难回头啊。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灾难。灾难上天收人呢。
这都是一些事实真相，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极乐世界的菩萨在极乐世界修行状况，这个地方简单几句描绘出来。啊，每天周游列国，啊，诸佛国土，啊，游完了之后还回家，回到极乐世界。这个这一品，离共听法第二十六，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一品，歌叹佛德第二十七。啊，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啊。我们把它念下来。佛与阿难，彼国菩萨啊，彼国是极乐世界，成佛为神，于一时前，这讲时间短，吃一顿饭的时间，佛往十方无边尽刹了，供养诸佛。啊，佛王是往返，你看一顿饭的时间，他能够往返十方无边的佛国度，到那去供养诸佛，花香床饭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心手中。啊，他供养的礼物不必去买，不必去张罗，心里就想什么工具都已经在手上了，自然就在手上了，全是变化所作，真妙殊特，非世所有啊！一奉诸佛及菩萨众，你看供养佛，佛那里很多菩萨，有礼物奉佛，那些菩萨也不能疏忽，通通都要分一点啊！啊，这个供养才周到啊！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啊，或为夜花，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木，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露，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所以这一品叫歌叹佛德第二十七。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一品，啊，前面我们学过的这一品是十方正思至极乐国土离共听法，啊，礼佛，供养佛，听佛说法，啊，我们前面学的这个。那这一品呢，乃极乐菩萨遍知十方，离共诸佛。啊，这一品所介绍的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的生活状况。啊，前面一品说的是十方来参访阿弥陀佛。十方世界的菩萨，极乐世界很热闹啊！啊，你我们这个世界讲繁华了，比不上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虽然这么多的人，这么热闹，它的清净无为，妙就妙在此地。
不会叫你有烦恼的这种感触，不会。你在极乐世界永远感受到清净、平等觉的乐趣。那么这一篇呢，我们当然更要注意了。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这篇跟我们关系就大了。这是到极乐世界的好处啊！极乐菩萨遍知十方啊，他有这个能力啊。到十方去了，礼佛、供养佛随即还归本土，听闻妙法。经上讲吗？佛往十方无尽正常往是去，佛是回来呀。往返的时间呢，也就像吃一顿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到十方世界供佛是修福，其实供佛哪有不闻法的道理可是跟阿弥陀佛学习为主实在讲，自己的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去的时候化身去的，化身回来了这个化身去回来，阿弥陀佛看得很清楚别人未必知道，佛很清楚你到哪些地方去了你去干些什么屏幕监表诸天供奉彼佛及其身影这在屏最后的一段讲到诸天供佛以及说到这些天人殊胜的因缘，彼国是指极乐世界成佛为神，这是承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他才有这个力量。如本经云，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下文，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尽刹，供养诸佛，即第十一愿，并供诸佛愿。这成就啊。可见的这是佛的愿力加持你为什么？在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的照顾，阿弥陀佛像保姆一样照顾你，无微不至，帮助你快速成就圆满的福慧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阿弥陀佛绝对没有自私，只听我的不听别人的，没有这个念头听他的重要，也让你听听十方世界所有诸佛怎能说法，叫参学意思就跟善财五十三参相同善财童子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他在文殊师利会下证得了根本智就是我们一般讲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证得这个果位，这个果位证得之后，老师文殊师利菩萨就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什么？成就他的德能，成就他的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你不看不听不接触，你怎么会知道？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这些菩萨，我们往生也是这种身份。啊，到极乐世界就具足了参学的资格，为什么呢？弥陀本愿加持，把你提升到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有能力参学了。啊，极乐，这是极乐世界的五十三参呢。啊，它不止五十三，五十三也是表法。也比较圆满啊！极乐世界，你去参访，设防一切诸佛刹土，你统统去啊！他的能力是很特殊，他能够分人语，同时分无量无边身，不是一个一个去参观了，一个一个那参观参访到哪一年呢？同时啊，啊，同时就是分无量身，有多少佛就分多少身啊，所以同时去参访啊，参供佛闻法，马上就回来啊，这一些事实真相。让我们了解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啊，这是给我们叙述这些了。供养之具，应念即知啊，你到佛那里去想带些什么东西供养，你想带什么，你念头才生呢，供养具就在手中了啊，应念即知啊，这是第三十七愿，种种供养随意即知之成就也啊，有因有果，这是阿弥陀佛愿力的成就啊！没有阿弥陀佛的愿，那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四十八愿无量无边的功德啊，照顾这些来极乐世界修行的人，真是无微不至，弥陀样样都想到。真妙殊特，非是稀有啊！啊，非是所有，不是世间所有的啊。他们用来供养佛的这些礼品啊，表诸供物微妙殊胜，超世稀有。供物之中呢？特以妙化为例啊，这就 举一个例子啊，多半用香花供养嘛啊，举这个花做例子
啊，其实共具无量无边，随心所欲啊，都能够现前。啊，供佛菩萨多啊，极乐世界的菩萨有多少？你去供养，他也去供养，都去供养啊！啊，都欢喜供佛，都欢喜闻法了。这些菩萨化身去的，啊，每个人供养的花，这花合在一起呢，变成一个大的花盖啊，表无边功德，悉如一句洪名，他都表法的啊。这个一句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十方众生同归弥陀一尘缘海，这个花盖是表这个意思啊。极乐一真一切庄严，全体是一法具啊。这一句话黄念老引用的最多，我们就非常熟悉啊。这句话是出在往生论里头，一法具啊，花盖以花为师之三盖啊，完全是花合成啊。每一个菩萨一朵花，妙花啊，无量的菩萨这些花了合成一个花盖啊，合成一个三盖一样。法华许愿赞曰：西域数日，人多持盖，借以花施之，故名花盖。啊，佛举这个例子也不是随便举的，总是世间人有这些东西。啊，西域确实是我们中国新疆这个地区，沙漠很多，天气炎热啊，是个很好地方啊。我去过一次，都很喜欢这地方啊，跟这个地方也很有缘分。啊，现在这个地方伊斯兰教很多。啊，跟我的关系也很好。啊，很多伊斯兰的朋友，我去的时候他们接待我。啊，天气很热。啊，所以出门呢，都要有伞盖，遮太阳的。啊，我们叫阳伞。啊，伞盖呀，就有很多年轻人的时候，伞上插花啊，那不但是美，还有花香。佛举这个例子啊，举这个例子，那极乐的花盖呢，万德所成，故一盖中广含无边德相啊，微妙难思。啊，难思到什么程度？如经所云：“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扑鼻。”啊，这是佛经上形容菩萨供佛的
化盖。啊，一盖具百千种光，百千种色，百千种相，即香气普熏呢，故知光色一比遍照也。啊，这是表法，表佛的智慧，实在讲呢，也是表性德，啊，自信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就在这一个花盖里面，都显示出来了。啊，佛代表我们究竟圆满的性德啊，所以佛的名号是性德之称啊，菩萨的名号是修德，修因正果啊，所以光色的遍照。香气普熏啊，这是表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之德了啊，盖之大小随人心量，心量大它就大，心量小它就小心量本来没有大小，我们在还原观上读到的啊，无论是正报是异报，都具足三种周边啊，这周边上就是波动的现象，念头才动啊，这是我们起心动念。那物质现象，我们身上每个细胞啊，细胞还很大，再分析，分析到原子、电子、粒子啊，最后分析的量子它都是震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全都是动的啊，动就是讲的波动，这个波动的现象立刻就周边发现，所以它的速度不可思议啊，这叫心理跟物理的差别。心波是周边法界，物理有速度。啊，现在我们知道物理速度最快的是光速。啊，一秒钟30万公里。啊，太阳光到地球还有8分多钟。啊，佛说。我们自信里头的就是阿赖耶相分的波动是物质，见分的波动是精神，无论是相分或者是见分，它的波动是立刻就周边法界所以我们人的身体是一个法式机器，也是一个接收器。啊，我们确确实实啊，即使一个小的细胞，或者我们叫小光子、小的光子，它有能力吸收遍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包括物质振动的频率。
他统统说到。啊，只是我们现在啊，妄想杂念太多了，这个能量，这个感受，这个能力啊，失掉了。虽然接受啊，但是没有觉察到。啊，这叫迷失自性啊！啊，同时也是法师。我们的思想，这念头的念波动，我们身体，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小光子波动的现象，也是立刻就周边法界。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确实是一体，没有法子分割。啊，我们自己以为不一样，实际是一样。啊，到什么时候就知道呢？你证到八地菩萨就完全知道了。啊，第一个这个速度，周边法界。周边法界同时就影响法界。啊，所以他第二句讲畜生无尽啊。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地球上灾难可以化解。我们用善的念头，真正的周边法界，山河大地都知道啊，啊，树木花草也知道啊，一个善念大家都善了啊，把树木花草带善了，山河大地带善了，这所有一切灾难就没有了啊。所以在佛法上讲得通的，问题是你相不相信啊？你能不能把不善的念头改成善念头啊？关键在此地啊，人人都能改，这灾难就没有。佛经是这么说法的啊，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他也是这个说法的啊。人家问他，明年2012年灾难来了怎么办啊？他们为这个事情开了个会啊，来讨论2012玛雅的灾难预言啊，他提出一个方法来应对，希望全世界的人啊，在这个时候赶快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事情就化解了。啊，我们可以用还原观三种周边来证明，跟他讲是一个意思啊。三种周边第二个念头就帮助物质环境产生变化了啊，畜生无尽就是去变化啊，不是神在那里主导，不是啊，是我们的念头在主导啊。啊，善与善相应，恶与恶相应。啊，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球有什么两样啊？我们明了大乘之后，知道完全是一样的。啊，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没有别的，你心好，念头好，啊，言语好，行为好，样样都好。啊，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那个地方，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极乐世界的人是上善之人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人如果都修上善，我们这个地球不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啊？一报随着真报转啊，这是经上说的啊，《华严经》上讲的，境随心转啊，境是物质环境，随着心转的。啊，我们的心不善，现在的念头全是贪嗔痴啊，还加上慢，加上怀疑，这麻烦大了啊，我们把贪嗔痴慢疑把它改过来，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求人的事情，求人难呢，求自己啊。明白这个道理，生生世世我们在六道里头所受的啊，这些苦乐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啊。如果你是怨天尤人的错了，那你就造罪业了，天人跟你不相干了，自作自受啊啊。所以只要我们念头转过来啊，念头里的最好的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阿弥陀佛能帮助你出现极乐世界啊，这是所有世界里最美好的，找不到一丝毫缺点啊。真正明白的人，真正听懂的人，真相信的人，他选择极乐世界到那边去了啊。有没有把这个世界丢掉了？没有，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再回来把地球改成极乐世界，是这个样子的。现在虽然没有这个意念，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念头啊。这一篇经做证明啊，这我们刚刚念的，你肯定有这个念头啊。啊，所以量大佛大了啊，这个小心量啊，是迷惑颠倒的众生的啊。量心量脱开了，他就成佛了啊，他不是小心量，心量脱开了，起心动念是遍法界虚空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那他是这么个念头起来了啊。上面向佛求佛道，跟佛学，下面就帮助众生，学多少就讲多少啊，学多少就教多少，而不是等我毕业的时候再教，不是的，别说来迟了啊，学多少就教多少啊！啊，不会说错的，有阿弥陀佛在后头给你撑腰啊！啊，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了啊！极乐世界的菩萨，因为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你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参观、去访问，都特别受欢迎。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学生来了，特别礼遇啊！这都是沾阿弥陀佛的光。你要不是阿弥陀佛的学生，谁瞧得起你？啊，所以我们也要替阿弥陀佛增光啊！
不要去丢阿弥陀佛的人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弥陀的教诲呀，一定要认真把它做到。这就是替阿弥陀佛增光。啊，所以出生无尽。那第三个呢？这个周遍呢，就是含容空有，这就是心量了。啊，含空，含包含，包含虚空啊。你的心量比虚空大了。啊，容有，有是万有，虚空法界所有的，你统统能包容。啊，这是你自信本来心量就是这样的。啊，现在变成这么小是迷了，你不知道你自己本来心量是这么大，现在变成这么个小心量，啊，连自己都不能包容，你说可不可怜？啊，是要脱开心量，啊，心量越大。你生活的就会越欢喜，就越快乐。啊，学着包容别人，啊，不要被别人包容我，我要包容别人。啊，这个心量是从事有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这大心量啊，真有啊，因为它本来是这样的。随其前后依次花末啊，这个花盖非常之美啊。后置者三星花，前面这些供佛的菩萨了，他的花了就没有了，化去了。明珠妙供啊，化现随心呐、啊，这两句话重要啊！这两句话的意义非常深广，它能涵盖一切啊！不但是极乐菩萨，我们现前又何尝不是化现随心？啊，但是我们的心呢，是妄心，不是真心。啊，真心所现的，无比的真妙啊。妄心所现的，这个里面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啊，不一样了，这妄心。啊，清净心清净就现净土，这个净土就是四圣法界。啊，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这现证。啊，你的心清净。啊，一样清净平等觉，但是你不是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是真心。没有见性之前是妄心，妄心也有清净平等觉，要相似的清净平等觉，现四圣法界。啊，如果你的心是染污，啊，心里有什么东西染污呢？你被贪嗔痴慢疑染污了，你被五欲六尘染污了。啊，我们中国人讲七情五欲。是这样啊，自私自利是这样，你有这些染污啊，染污就不清净的，变现的是什么呢？六道轮回啊，六道里面有善恶啊，染污的心修善法，果报在三善道。
染污的心造作恶法，果报就是地狱恶鬼出生。真有啊！你看，昨天我在这边，还有一些人问我：“真有地狱吗？”真有，一点都不假。啊，地狱在哪里？地狱果报没有现前，你看不到。啊，果报现前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你没办法躲避。啊，那只好就受了。啊，地狱苦，真苦。啊，地狱是化身的，不是人造的。啊，没有人设计。地狱多少啊？无量无边。为什么呢？每一个恶念就造成一个地狱。恶念多少啊？啊，这个恶念跟食物相应，跟无力相应。啊，佛经上讲的无力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没有阿罗汉，你找阿罗汉找不到。啊，可是有与阿罗汉同样的罪，同样的重罪，老师，那是一个好老师，他教化一方，一方人得利益，你把他杀了，这个罪等同阿罗汉，啊，很重。啊，第四个。触佛身血，啊，佛现在不在世了，这条你也不会犯，但是有等同，叫等流罪，啊，什么等流罪呢？你用恨及恶的心破坏佛像，等同杀佛，啊，无意没有关系。啊，不是那种很厌恶的心也没关系，啊，很恶的我痛恨他，把他砸碎，这个是罪之中无间地狱罪。最后一个破活火身，啊，这一条呢也不容易，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找一个活火身都找不到。两个人出家人住在一起都不和，啊，各有各的意见，和不起来，所以和合身没有了。啊，那么等同破和合身的呢，是破坏佛教的形象，这是等于破和合身，让社会大众对佛教产生误会，哦，那这个问题真的严重。啊，在家出家，我们没有真正修行，做的样子不好，让社会大众瞧不起佛法，这罪很重啊！啊，所以佛法在哪里？佛法在经典里头。啊，早年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要认真从经典里面去学习，啊，我从他那个地方认识了佛法，以前认为这是宗教，这是迷信，啊，根本就没有接触。
啊，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啊，最后一个单元，他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啊，把我这些错误观念纠正过来了。啊，告诉我，佛经哲学在经典里面，不在寺院。啊，跟我讲得很清楚，过去的寺院里面的出家人有道德有学问，啊，真正是大学问家。现在寺院里出家人不学佛法，不学经典了，啊，那只有我们自己想学，就自己在经教里学下功夫。啊，老师这条路指得好啊！啊，指出这条道路这个方向，我就认真干了60年了。感激老师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像他老人家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的话没有白说，我兑现了。啊，这一生确确实实 是最高的享受啊，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你们像大家讲压力很重，我没有压力。啊，身体没有压力，精神没有压力。啊，多自在啊。啊，不要自己跟自己找麻烦了。啊，头一个你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不见道场？见道场就有压力，就有负担啊！没有道场哪来的压力啊？啊，不要道场是对的呀！我才体会到释迦牟尼佛高明啊！啊，哪里要钱就到哪里去。处处做客，不要做主。做主很操心的，你看这房子是你是主人，样样都要操心。我做客人的时候呢，住一两天就走了，我操什么心啊？啊，早年我在住在达拉斯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问我。啊，问我要不要见道长？我告诉他，每一个地方，请我去讲一个月。我说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至少有300个道场以上会请邀请我讲经，啊，他相信。我说我一个地方住一个月，一年12个地方，10年120个地方，100年1200个地方。我相信我有1200个地方去讲解，我还要道场干什么？自在呀，什么都不要，你觉得自在了。你要你就有累赘，你就有麻烦啊，你就有压力，就有辛苦，什么都不要，得大自在啊。每天到处乞食，我们现在也是乞食啊。啊，到这里来接受这姑娘不错啊，高级教化子是吧？啊，没有房子啊，住的都还不错。啊，也没有车，但出门都有车坐。那样样都不缺啊，样样都没有，你才得咋自在啊？所以世间人喜欢做主，做主很可怜啊。我们学释迦牟尼佛，处处做客，不要做主。
啊，世尊当年在世的表演，我们要细心去观察，要去体会，要学习。他为什么那么自在？为什么那么快乐？啊，就是通通放下了。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今天有的吃欢喜，没有的吃也欢喜，没有一样不欢喜啊！啊，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人生最高享受绝对不是有地位呀、有财富，不是，与那个毫不相干。啊，真正是佛经上讲的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啊，慢慢的透彻明了了，这是享受。底下又说，与虚空中啊共奏天佑，表诸菩萨了佛以天佑功夫啊，天佑之中呢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啊，这种供养。所以供养里面它表什么法呢？表代佛教化，因为佛很谦虚啊，绝对没有傲慢的佛啊，佛你问他请他做老师他都很跟你客气啊，所以佛法绝不招来听众啊，也就是他绝对不招生，学生自己来的啊。他怎么知道的呢？我们这些学生替老师宣传，替老师介绍，哎，怎么来的啊？老师绝对不会去招生啊，招生是有傲慢的意思在呀，我可以做老师，你们来跟我学，我来教你们，这傲慢心性，佛没有，佛非常谦虚啊。那么这些翻床宝盖这些东西都是招生用的，古时候道场，佛的道场诸位知道都在树林啊，水边啊，他们有建筑啊，树上啊插一个旗杆，这旗杆上呢挂着幡床，外面人一看，哎，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经教学，就都来了。所以他这是一个信号啊，让你看到了你自动的回来啊，想来闻法请教的自动来，没有人去找你啊。那么现在不用这些东西了，现在用什么？用很多宣传的工具啊，用广告啊，用播音这些方法来传递信息啊，这些呢通通是学生的事情，老师对这个不闻不问啊。啊，老师在这里教学，听众一个也教，两个也教啊，几百个也教，几千个也一样平等的啊，不是有人多就欢喜，人少就不高兴，不是啊，哎，这与他不相干呢、啊。佛度有缘人呢、啊，人多少有缘，缘分不一样啊，所以这些全都是帮助佛招生啊，把佛的这些智慧德能用这种方法去宣扬啊，这表诸菩萨与理共众，你看兼修赞叹啊，不是佛要赞叹，佛对赞叹不起心不动念，赞叹佛
是叫外面人知道。啊，佛有智慧，佛有大德，应当向他学习，是这个意思。啊，就佛德者，如来所具之功德。啊，我们为佛弟子，应当要替老师宣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啊，但是决定不能过分。啊，过分有损老师之德，那就错了。啊，这个里头都是智慧，都是学问，都是德行，德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